的不是这个，是那个日本歌啦，《暗壁之母》。来了来了，我帮你。对，就想看前奏。Root 来，彭根生，欢迎欢迎。Hello， Root 彭根生。哎呦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哦，新唱片，专辑，谢谢。哎呦，恭喜恭喜。哎呦，这个就有话必须要聊了。庆哥，我们是 A Root。A Root。A Root。没关系，很多人都念错。哦，没关系，因为它叫 A Root， 就是一根嘛，一根。几基啦，金门的一条根嘛，怎么会有这个团体呢？啊，你不是大女孩吗？对啊，大女孩建团了，另外两个也被你吃掉了。没有鱿鱼游戏，我觉得我有变胖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不敢说，没有，要不然等一下会被吃掉。一样可爱，一样可爱。对啊对啊，只是另外两个团员就撇掉了。对，这个是新的，然后我们是融合中西的那个乐器。对，我们以妖怪故事为主题，然后这张专辑叫《边缘转身术》。哎，宪哥可以念一下那个英文，这个标题英文，英文叫做 Holy Gaza， Holy Gaza， Holy Gaza。保险的意思，对，妖怪重生的意思，对，然后里面有写到可能白蛇传啊，或者是灵头姐、八宝公主啊、虎姑婆，可是有一个解构的方式来玩，这样不管怎么样都看出来他们对音乐的执着跟认真啊，而且好像很好玩。那他们避开了刚刚那一个比较敏感性的话题，什么话题？那后来你就离开了，对，不要再问了。这个很会问，没有，很会问，你还是要面对这些的，那有什么关系？面对问题，问题解决一半；逃避问题，问题增加一倍。对，是不是？你来这里会遇到更大的问题，就是性格。对，它大概是三倍的。OK 啦。姐来，我们吓了一跳，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。蔡国姐，好久没有玩到你了，一招一躲哈，好真的，永远都这么帅的这个我们的吴宗宪哈，我讲没有他真的不行哎，一定要有他当。
主带。你怎么那么客气啊？你也永远都那么可爱啊。他才高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真的是很棒的主持人。没有啦，真的，我很喜欢他，从工地秀拼到现在。以前我们做工地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哦，而且唱那个歌《掐针》，你还记得吗？掐针，那首歌是我唱的。无情的喇叭声音响。他已经完蛋了，快要得老人痴呆症。完蛋了，因为这又不是我的歌，这个是那个谁张秀琴的歌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唱的不是这个，是那个日本歌啦，《暗壁之母》。暗壁的罗哈哈，有个暗壁的罗哈，你不知道他主持的多棒。但唱那一首，我的脸会痛啊。要，我们可以帮你啊，宪哥，鱿鱼可以帮你。鱿鱼的掌力。这首歌是浪花节人生，浪花节人生，他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今天哦，龟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你大家知道他那个腹腔演唱哦，哎呦，腹腔演唱大概无人能及的，因为他会腹语哦，来个 Old Carol， 是，我变换一下好吗？谢谢。出唱片的打算吗？出唱片，你的声音让人怀念呐！我希望以后可以跟他们合作，因为他们的乐器哈，对，他随身来的，你看 ，really real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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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， 加油！厉害厉害，阿姐，我叫另外两队哦，先回去，这一集就没有。对对对，专场蔡圭姐的专场，我蔡圭姐等太久了，她大爆发。不，因为刚刚也是我临时唱出来的。很棒。我想到他们都是天才，我唱这样的歌，我马上就唱出来，马上做。我喜欢马上做音乐，我们就期待你新唱片。真的吗？新唱片或者演唱会啊，再次热情谢谢我们蔡圭姐，还有我们的。